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超萌星二代 Jasper 因为和爸爸陈小春一起参加《爸爸去哪儿五》爆红，他善解人意、贴心的个性让很多粉丝喊出“愿意等你长大”，同时也引起不少人好奇，陈小春和应采儿都是出了名的脾气暴躁，究竟如何养成这么软萌的儿子？妈妈应采儿在访问中幽默解答，应采儿被誉为浑身都是根，气场又强大。和以古惑仔山鸡大哥形象深植人心的陈小春超配，小两口在网友心中就是娱乐圈中一对超霸气的夫妻。因此在访问中被问到是怎么生出来这么软萌的 Jasper， 他以一贯幽默的口吻回答，他不这样他能活到今天吗？超中肯的暖男养成术让粉丝哭笑不得。此外，应采儿保护 Jasper， 坦言没有让儿子看过爸爸舞，不过儿子有注意到会有很多人看到自己露出惊讶的表情，有时候看到广告或是 APP 的开屏画面时，他也会不解为什么有自己的照片，甚至现在看到路人对着他拍照还会喊不要拍照。因此为了让孩子回归一般的童年，应采儿说希望大家忘了 Jasper 吧。